你出什么汗呢？不要慌，不要慌！ 鸦片，你这是要舍财保命啊？你这小算盘打得不错呀，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？真的？哼！那这鸦片在哪儿啊？ 你要是说不出来这鸦片在哪儿，说什么都是假的。你们把我整死了，共党在外边只会偷着乐，你们还是找不着药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 我们啊，就是一当差的，能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们无非呀，就是得给上面有个交代，啊。现在这年头啊，挣人家点薪水不容易，所以陈老板，您呢，也别难为我，就认了吧。 我认也是死，不认也是死。没错，你要是认了吧，那是通共，那是一死；不认吧，这上公馆的刑具，你能受得了几刀？ 还是一死，这人呢，要是知道自己没退路了，那也就豁出去了。那咱们就怎么尽兴怎么来。你们这些汉奸，除了指挥长自己，一点别的本事。 没错，我就是汉奸。你呢？你不也是抱着日本人的大腿，挣着中国人的钱吗？咱们啊，谁也别看不起谁，啊！小四儿，好好招待咱们的朋友。是。 没气儿了，这么容易就死了，便宜他了。你啊，给他写份供词，就说他认了，他自己就是裁缝。 再赶上他的首页，交差。哦，是是是，邱先生。
三儿，要是有人问起来说他是怎么死的，应该怎么说呀？就说他是招供之后重伤不治身亡的。。在这儿呢。你去哪儿了？给你买宵夜啊。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。我有一个哥哥，叫做陈和。钱世英就是陈和。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尾巴干扰？药藏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我就问你，你交代过我的任务，我哪次出过岔子？你知不知道？今天我可是开着车冲过了刀山火海，在枪林弹雨中，我把这药安安全全的抢回来了。重点是，老子一枪没开，躲过了多少日本宪兵？干特工就是比干牙医过瘾。刘芬芳，你为什么肯替我卖命？你记住了，我可不是替你卖命啊！现在小日本都已经骑到咱们头上来了，我当面打不过他，背后打他怎么了？杀一个那就够了，两个就是赚了。再说了，就我这一身特工本领，怎么了？不用是不是浪费了？以后再遇到枪林弹雨的时候，你也给他们来一枪。找个剃头匠把你头上那坨毛处理一下，换个形象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日本宪兵既然见过你，就会对你发起通缉。要真的想做特工的话，按我说的做。说的有道理，哎，那些药怎么办呢？暂时不动，等我消息。等会儿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今天我英勇闯关的时候，多亏有人保护了我，要不然呢，我还真闯不过去。就用这个，啪啪啪几下，那几个日本宪兵啊就倒下了。说，是不是你派人暗地保护的我？时间过得好快啊，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呀。那天画的潦草，今天重画补上。我倒是觉得郑重了一些，这画技呢平平，回去练一练啊，明年再重新给我画一次。只怕明年也画不好了。那就一直练，一直画呀，直到我满意为止，啊。
把衣服脱了，该换药了。如果将来日本人走了，你想换一种生活吗？但我没问。如果你要答应我，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能再管了。只要我愿意的事儿，由不得别人，也由不得你。总之以后呢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好了。一会儿你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日后遇见钱石英或者唐小姐，我也好有应对。行，不过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先汇报一下。认得这个东西吗？盘尼西林被劫的现场，今天刘芬芳闯关的现场，都留下了这个。如果你晓得这个东西是谁的，帮我带一句话。这个东西再用下去会有危险，荒木惟一定会查的。姓陈的招拉，招拉，他就是那个裁缝。虽然骨头硬了点儿，但是再硬也没硬过咱们上公馆的刑具。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？现在药在什么地方？他不是这个上刑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死了吗？所以没来得及招供。进来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宪兵司令部传来消息，昨天晚上在巨福路他们设的临时关卡，有一辆非常可疑的货车冲卡而逃。我怀疑这辆货车上装的应该就是从审计转移的药品。司令部没有立刻的拦截和搜查吗？大概是在事发20分钟之后，他们就在附近主要的街道设立了新的关卡，但是那个之后就没有这辆车的踪迹了，所以很有可能这辆车根本就没有出城。他们在冲卡的时候，有人偷袭了我们的宪兵，用的就是这个武器。这和被杀士兵脖子上的伤痕，钢珠的大小差不多呀，很有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干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在车上的一定就是药品。喂，我是荒木惟。荒木先生您好啊，我是唐曼晴。哎呦，唐小姐，
我这儿啊新到了一些明前茶，想给您送过去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呢。哎呀，唐小姐太客气了。茶香玉知音嘛，我知道黄母先生是爱茶之人，我这个心意您应当不会拒绝吧。那我就先谢谢唐小姐了。那一会儿见。哎，这个唐曼晴他来做什么呀？他来了自然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对钱世英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前世还要继续啊。是，一有新的消息立刻向您汇报。还有那辆车到底是出没出城还是藏在哪里，尽快给我一个结果。嗨，唐小姐，王木先生琴已经调好了。谢谢。唐小姐真的是有心啊。送茶叶已经心意十足了，还专门找人来给我调琴。哪里，昨天黄木先生给了我那么大的面子，曼晴不过是礼尚往来，还希望能合乎荒木先生的心意才好。我以前就听说唐小姐冰雪聪明，深得人心，今日我才相信传言不虚啊。嗯，请。荒木先生，这打仗呢需要冷酷，哎，这爱情之人他一定有颗温柔的心。唐小姐似乎很喜欢揣摩人心啊。哦，我这就一点自作聪明罢了，还希望荒木先生您不要见怪了。那钱石英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也是一个很值得欣赏的男人。欣赏他什么？他呀，会画画。唐小姐提起他的时候眼睛会放光啊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。我倒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了。向哥，你觉得这个花瓶到底值多少钱？搞不好比你全部家当都值钱。哦哟，小的们刚才多拿两只了。哎，这陈老板家里厉害啊，一块地板砖都值老钱的。哇，喏，答应过替你报仇。哎，你说照道理来说他也死了，我爸仇也报了，我心里边应该特别高兴，就是空荡荡。陈老板一死，这个三姨太肯定是卷款跟姘头跑，这一家老小日子难过了。你还记得你爸以前拦着你不让你去青帮拜师的时候说什么吗？他说我就是个怂包。你不是怂包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像你这样的人做不了坏事的，所以我们才是兄弟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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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
真的，陈老板家里人托我给你求个情，说想要回陈老板全尸，回家入土为安。行啊，这陈家人都找到你那儿去了。哎，那不是你太忙，忙着审讯，人家找不着你吗？找我有什么用啊？要怪啊，只能怪他呀，太不精神了。没打两下就死了，不光他们家酒我喝不着了，油水我都没怎么多沾。你这刚立的新功，上头奖金少不了你的，这种落魄人家的油水，捞他没必要了。你得了，我立的这点小功，跟你在重庆立的那功能比吗？我不求别的，我就求啊，在这上公馆能混碗饭吃。我在重庆呢，就是运气好，都让我赶上了。同样的任务交到你手里，你肯定完成的比我漂亮。你这话我爱听。得，那这样，我托人呢，把姓陈的尸体放在后门，你让他家里人收尸吧。这就对了，入土为安嘛，给人家留个全尸，咱们也算良心上过得去。不过你说啊，这中共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啊？咱们就这么层层的严防死守，还让这消息就这么走漏了？这要就这老大都没想明白的事儿，你想他干嘛？你说的这也是，不该咱们操心的事儿，咱们就别操心。这年头啊，今天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所以啊，吃好喝好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这样等奖金发下来了，黄老饭店我请客。行啊，我等着。哎，行行，收收收收收收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不是有一批军需物资吗？要运到宪兵司令部，这是那批货的清单。得到消息了，对，昨天在巨福路冲卡逃跑的汽车就是被中共抢走的盘尼西林吧？我只知道日本人也在查这辆车的下落，这辆车要还在城里藏不了多久。对了，上次让你打探日军特种物资仓库的事，你那边可有进展？这个消息不好查，黄某爷对我还是会有不信任，我也不好做过多的探究。不过我查到一个消息，有一批特务被调往闸门口附近一个位置机构，具体地点不详。这批人员的调动就发生在盘尼西林被劫之后，我猜会不会是上公馆为了加强仓库的安保所做的人员增派？有这个可能。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他的具体位置，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那天那辆车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巨福路，那么当天圣母院路还有贝勒路都设有军队关卡，可以确定那辆车没有经过那两个关卡。所以呢？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没有出城，很有可能藏在了巨福路的附近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那天那辆车就是从这里往东逃跑的。往前开。往前。左拐，
我们跑不远，应该就在这个区域内。 明天召集所有可以召集的人手，彻底搜查这个区域。是。 陈太太，唐小姐。哎呦，我说哪里来的大人物这么有排场？原来是唐小姐啊！今晚我和石英想请二位去我家里吃饭，不知是否赏光啊？当初被唐小姐打断两根肋骨的时候，可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做你的座上宾。世事难料嘛，年轻人要是不敢想，这哪来的前程啊？是吧？说的真是有道理。原来唐小姐一直是在指教我。 挨打也是一种指教，能有如此胸襟，那日后一定更不得了。唐小姐，陈山这个人啊，无知无畏，口无遮拦的，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陈太太多虑了，陈先生胆识过人，我的确很欣赏。哎呀，不过这在家里，应该陈太太说的算吧。那么今晚的便饭，陈太太是否赏光啊？ 不胜荣幸。今晚见。跟这个女人抬杠抬惯了，都不会客气说话了。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。 昨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哼，我是什么人啊？见死不救的事，我做不出来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当时你才9岁吧，有一次被弄堂里的小次郎们欺负了，我替你出头，结果被他们堵在了弄堂里。 当时你已经跑了，你又拿着竹竿跑回来跟他们拼命，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揍得鼻青脸肿。在监道馆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，并肩作战的感觉，久违了，一差太久。 不过别以为这就算完了，你这么多年不回家的旧账，抹不平的。小夏去哪儿了？嘿，这会儿想起小夏来了。我回上海之后，我去过宝珠弄几次，都没见到她。
我们这些弟弟妹妹，反正就像野草一样，本来就是自己长大的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也操心不过来。爹呢？他也不在宝珠弄了，他搬去哪儿了？你要是真想知道，你总有办法。有家不能回的感觉，也永远不会懂。陈太太，现榨的橙汁解解腻。晚餐的牛排可还合胃口啊？特别好吃，没想到汤小姐手艺这么好。这牛排让我想起了第一次我爸爸带我去红磨坊吃的那块牛排的味道。来，坐。你呢，是经常被父亲带出去吃牛排的大家闺秀，可他呢，他可是泥地里打着滚长大的穷小子。你们啊，不是一类人。唐小姐跟钱先生也不像是同一类人。没关系啊，不同的好东西能让拥有它的人更有魅力，而本质相同的人才会在一起，不是吗？要安全吗？放心，在安全的地方。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，这个地方必须足够安全，你不能掉以轻心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知道日方动向，暂时不会有问题。那这批药品暂时由你保管，但你必须保证一件事情，时机一旦成熟，你要第一时间配合我转移药品。这批药品事关重大，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有时间，你去给陈金旺磕个头，叫他一声爹。你的身份去也不安全，还是等等吧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还记得在重庆第一次送你回家，回去之后小婉跟我说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，是不是把李姐送到上海去了？还是小婉有远见。就这么走着啊，我真的感觉好像一路从重庆走到了上海。只不过我不是送你，我是一直跟着你。你会一直这样跟着我吗？我当然愿意了。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不再这么藏着掖着？这次的事情还不能证明我的心意。在米高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和钱世英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那是第几次见面？可别小看荒木呀，咱们俩在他眼皮底下栽一次跟头就全完蛋了。现在轮到你来提醒我潜伏的风险，说明你成熟了。那也是老婆调教的好。神，进一步说话。我先回家，你们聊。我看见那个叫荒木梅的日本人了，就在高安路。现在应该查到那个高安路的烧酒坊了。咱怎么办呢？走。
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吗？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。